脸上抹眉毛三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变环指，手心向外，嘴一张，中指在听弓凹陷的地方啊，其他两个手指在耳门听会，前转九，二三八九。 倒转九，二三八九，三深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轻轻点跳面颊，一直到下颚。 手心对着身体导引下来。第四节，眼睛的按摩，分成两次做，双手慢慢导引上来，善终变手，到眼睛这里，小指按着睛明穴，二三八九，倒转九。 二三八九，三深呼吸，鼻吸放松，口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口呼轻轻按，鼻吸，手指放松，口呼轻轻按，顺着眼睛画过来，在鱼尾穴，眼眶骨的。 尾端，里转九，二三八九，外转九，二三四八九，三深呼吸，鼻吸，放松，口呼按，吸，手指放松，口呼按，吸，放松，口呼按。 轻轻点跳，手心对身体导引下来。眼部还有两个穴位没有按摩，现在按摩另外两个穴位。双手慢慢导引上来，善终变手，到眼睛的位置，小指。 上明在眼眶的正中凹陷处，里转九，二三八九，倒转九，二三八九，三深呼吸，鼻吸，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。 画到上明里转九，二三八九，倒转九，二三八九，三深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鼻吸放松，口呼按，轻轻点跳脸颊，一直到下颚位置，好。 手对着身体导引下来。第五节，鼻鼻按摩，双手慢慢导引上来，善终变手，渐直，从上迎香、迎香、地仓、承浆。 第二次，上迎香、迎香、地仓、承浆；第三次，上迎香、迎香、地仓、承浆，三次做完，慢慢导引下来。注意，这个位置。 可以做6次、9次，在感冒的时候也可以多做。
第六节，两手慢慢向上导引，善中变手，到印堂穴位变成环指，中指按在阳白穴上，里转九圈，一、二、四、八、九，倒转九圈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九，三，三呼吸，吸，手指放松，口呼按，吸，放松，口呼按，吸，放松，口呼按。好，现在我们血压不高的人，双手内劳宫放在天冲穴位上，做三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。如果是高血压的病人，就不做三三呼吸，可以中指相接按摩百会穴，左转九，二三七八九，右转九，二三四七八九，三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。好，双手摸顺着正头的正中，摸到后面剑指，找到哑门穴，左转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右转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三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。张开手指，摸着颈脖子，一直到下颚，导引下来。第七节，阳白天柱按摩，双手手心对着身体，慢慢上升，善中变手，到印堂穴位，还要按摩阳白环指，中指按在阳白穴上，里转九，一二三四七八九，倒转九，二三七八九，三三呼吸，吸，手指放松，口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。两手沿着头颅的正中到后面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捏两根大筋，也就是斜方肌，从开始慢慢捏捏捏着根部，第二次捏，第三次慢慢捏下去，捏完以后捋三遍，一二
三张开手指，摸脖子，下来，手心对着身体，沿任脉导引。第八节，风池穴按摩，双手沿任脉上升，膻中，变手，环直，还要按摩一次阳白里转灸，一、三、八、九，倒转灸，一、二、八、九，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双手剑直到后面。找到风池穴，里转灸，一、二、八、九，倒转灸，二、三、八、九，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张开手指，摸脖子。下来，第九节，一风一鸣按摩，两手沿着任脉上升，找到一风穴，剑指里转灸，一、二、三、八、九，倒转灸，二、四、八。九，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食指按着心一鸣在耳垂下，前转九，一、二、八、九，倒转九，二、四、八。九，三呼吸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吸放松，口呼按，摸脖子，导引到中丹田，最后一节，导引回气，两手慢慢上升，膻中变手。指尖向上，沿着头的正中，到了百会穴，贴着头皮摸着下来，摸脖子，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。收工，同第一讲开合，二开合，三开合，中丹田三个气呼吸也是一样的，鼻吸，口呼，平，鼻吸，口呼，平。鼻吸，口呼，平，松劲端坐，印金三口，每一口感觉咽到中丹田，咽完口水，默念100个数，坐2-3分钟左右，慢慢睁开眼睛，放下舌头，恢复自然状态。解说练功注意事项：一、按摩是用指端部来做，因此要剪去指甲；二、这是气功按摩，所以要不用力，轻轻按摩，是在穴位原处按摩，不必花大圈；三、凡头颈部以上
患癌症的都不练头部按摩功。按摩涌泉穴可以补肾、强肾固本，促进心肾相交，对阴肾亏造成的腰酸、腿软、下肢浮肿、头晕目眩、失眠多梦有较好疗效。肾水充盈，滋养五脏六腑，有保健延年之功效。涌泉穴按摩法习练的全过程为自然呼吸，两眼微闭，在室内练。下面请吴素琴老师主讲。现在开始演示涌泉穴按摩法。预备功：第一，松静端坐，找两个与小腿同高的凳子，若坐在床边，高矮也要适当。坐时要求大腿与小腿弯曲成90度，上身的式子同松静站立，百会朝天，含胸拔背，舌抵上额，沉肩坠肘，虚掖，双手放在大腿上，位置按病情，病在上焦病的患者，双手放在大腿的根部；病在中焦病的患者，双手放在大腿的中部；下焦病的患者，放在膝盖附近。做好后，默念60个数，中丹田3个气呼吸，手的位置与站立的预备功相同，一般情况都是先呼后吸，即补法。癌症患者可以根据病情，也可以做泻法，先吸后呼。第三，中丹田3开合，一开合，第二开合，3开合。下边开始演练正功，男士先按摩左脚，女士先按摩右脚。下边以右脚为例，把右脚放到凳子上，左手的内劳宫穴放到右脚的涌泉穴，右手沿着带脉，外劳宫穴放在肾腧上，然后向小脚趾方向轻轻地按摩，一、二、十、50、60、70、71、72，然后3按3呼吸，呼，轻轻按，吸，起，呼，轻轻按，吸，起。下边再向反方向按摩72次，一、二、10、20、30、50、60、70、71、72，然后3按3呼吸，呼，轻轻按，吸，起，呼，轻轻按，吸，起。
呼，轻轻按，吸，起，做三开合，开，合，二开，二合，三开，三合。右手的内劳宫穴放在左脚的涌泉穴上按摩，左手外劳宫穴放在肾腧穴位上开始按摩，向小脚趾方向按摩，开始一二五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二，然后三按三呼吸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然后再向反方向按摩七十二次，开始一二三五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七十一七十二，好，再三按三呼吸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呼轻轻按，吸放松，好，做完了收工，把脚放下，身体回到正面方向，做三开合，开合，二开，二合，三开，三合，再做三个气呼吸。鼻吸，口呼，平，二吸，口呼，平，三吸，口呼，平。然后松静端坐，默念一百个数，咽经三口，慢慢睁开眼睛，把舌头慢慢放下，整个功结束。还有一种做法，按摩涌泉穴，一上一下为一次，也是按摩七十二次，也可以按摩三十六次、五十四次，其他都相同。注意事项：一、做涌泉穴按摩，最好在晚上睡觉前做，做完最好马上睡觉。如不睡，必须躺十五分钟左右，才可起身做别的事。二，做涌泉穴按摩时，内劳宫穴始终对着涌泉穴，要松静自然，速度不要太快，按摩要轻轻的，不能重，有接触感，不要有压迫感。数数时，意念也不要紧张，做到不盯，不抓。三，
妇女月经期停练。四，高血压病人不做，脚底长癌的人不做。另外，还有一种做法，手内劳宫穴对着涌泉穴上下按摩，一上一下为一次，也按摩72次或36次或54次，其余所有做法均相同。脚棍按摩法也称脚棍功。脚棍功通过棍对涌泉穴的按摩，能激发与调和肾经的精气，打通足三阴经、足三阳经乃至全身经络，对多种脏腑疾病均有治疗作用。对肾炎、肾亏、肾虚、妇科病、心脏病、肝炎、肺结核、贫血等有较好疗效。癌症病人90%以上属肾虚，因此大多数癌症患者均应习练这个强肾固本的功法。下面请王强老师主讲。脚棍功应在室内闭目练习，自然呼吸。练功最佳时间为17至19时，气走肾经，或晚上睡觉前练完即可睡觉。练功前要准备好